说第一眼呢，我们觉得这次彼得希瑞尔可能做出了一次更加符合中国消费者审美的一个设计吧。就它在外观设计上，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要比之前的 K 五啊更饱满、更有力量的。K 四搭载了1.8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和6速自动变速箱，发动机在中低速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坐进车内呢，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非常的大气，而且非常的豪华，该有的配置也都有，而且它在设计上、它的材质上是非常的讨巧的。比如说我们看车内用了很多的这种木纹的内饰，再加上一些现在比较主流的钢琴漆啊，还有金属搭配，它的整体内饰的质感是非常的强的。它的这款车的动力在日常加速啊，和我们去超车的时候，它都非常的灵敏，它的转向很细腻、很沉稳，这个在韩系车里其实是不多见的。那么这款车，我相信它在未来呢，中级车市场中一定会给竞争对手带来很大的压力。相信我，这款车是非常值得购买的。